Coco 姐还会主动的就是照顾我们，然后丢话给我们，问我们说，哎，你最近还好吗？哎，你可以多讲一些话啊，或是她自己在讲话的时候，她会问我们事情，然后她一问到我们，就觉得好开心，因为我有画面了，就是一个很棒的、很棒的一个艺人。很惊讶，昨天我是第一时间吓死了，真的看到了，真的是吓死了。我刚出道的时候，那时候她已经是天后了，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是 postman。然后还是偶像团体，那上节目根本连话都不敢讲。可是那时候我们一起坐在他们，我记得好像是龙兄虎弟，对。然后 Coco 姐还会主动的，就是照顾我们，然后丢话给我们，问我们说：“哎，你最近还好吗？哎，你可以多讲一些话啊。”或是她自己在讲话的时候，她会问我们事情。然后她一问到我们，就觉得好开心，因为我有画面了，就是一个很棒的、很棒的一个艺人。一见你就有好心情，不用开心就会满意。对对对，对很多。哦，有，我刚出道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已经是天后了。焦哥的新闻，我想因为不是当事人呐、啊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相关的状态或是什么，所以我们也不方便公开的去评价这件事情。没有，因为我们这阵子就是我们前一阵子出了一趟外景到韩国去，然后有碰面，然后至于这个事情的话，是完全没有提到相关讨论的，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。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，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